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华语课程日前是迎接了结业典礼，学员们欢喜的秀中文能力，充满着自信。而另外呢，也改编自星云大师的释迦牟尼佛传的佛陀传，今年已经迈入15周年，宿务艺术学院特别演出悉达多音乐剧，精彩画面我们带你欣赏。来自菲律宾孩子唱起中文儿歌超流利，来来来朋友们，咱们今天来说唱，说什么唱什么，一句一句朗朗上口。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华语课程带领大小朋友学说中文，学员们在结业成果大放异彩，想象自己是台前主播超有自信，不仅亲近中华文化，更收获宝贵回忆。从当主播这个活动让小朋友培养自信，那也是学华文，他们的成果呢非凡。把孩子送进来万年寺学中文，主要就是觉得从小学佛的孩子不会变坏。But I should tell you, he was a man like you and me.高亢嗓音献唱，透过音声演绎悉达多太子一生传奇，改编自星云大师释迦牟尼佛传的佛陀传，今年迈入15周年，菲律宾宿务艺术学院特别邀请三代演员登台献艺。今年场景轮番精彩，回顾过往演出点滴充满感触，总主持永光法师带领佛光义工到场打气，用艺术传唱释迦牟尼佛故事，同时展现菲律宾青年亮眼才华，继续在舞台上绽放光彩。经卫视菲律宾综合报道。